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这是妙光直解脱，妙光天王他能够误解佛的这种境界，他也能够契入佛的境界。佛法广大，无无涯际，一切刹海与中现，入其成坏各不同，自在因天谢所立。佛法广大，觉悟的方法啊，无穷无尽的了。佛者觉也，觉悟的法门，觉悟的方便法门，无穷无尽的，利益众生的法门，无穷无尽的。在一切刹，就像海一样的现出种种的影子，而同一个时间，有的佛在成劫度众生，有的这个时间是坏劫度众生，成坏同时，这才显得佛的广大的不可思议的利众生事业，乃至自己的修行成就的事业，都在刹海现的，都在世间相上显现。有的成，有的坏，有的做，成住坏空嘛，有的空，成住坏空各个阶的不同。那佛呢都显现在其中，利益众生。有的众生他在成了得住得度，如果在坏的当中他就厌世了，是不是低排苦他得度。这是随的这个众生的缘呢，这就叫佛法的性空故才能缘起，以缘起而成就的显出这个性空。这种呢自在因天他得到了他的解脱，他跟佛学法行法证得这种了。佛神通力无余等普现十方广大刹，悉令严禁常现前，圣念解脱之方便。这三句话，佛的神通力无余等，佛的神通力，上回我们以前讲过，神就是自然的心，通就是慧，神明天心，通明智慧，慧是通达意，天心自然心而升起的，
佛的神通妙状，佛佛道同，除了佛，其他九界众生都不能与佛等。佛以神通力现十方一切果道，广大刹就是刹土依报。常令这个果道严净清净的，这个是圣念谢天王，他得了这种解脱了，得到这种法门。不论是成劫也好，住劫也好，坏劫也好，那么这些个成住坏空像虚空一样的永远清净的，在佛眼观过，没有三灾八难。三灾八难的众生，他的性是空的，他的性体是空的，所遇着灾难是缘起的，缘起无具性，所以三灾八难的缘起性空，这就把缘起变成性空。这是圣念解脱得了这种方便。如诸刹海微尘数，所有如来显净奉，闻法离眼不唐捐，此妙音天王妙音天法门用，此妙音天法门用。是妙音天他所证得的，得到的大用是什么呢？跟佛相似的刹海微尘数，沿这个无穷无尽的世界，每一个佛世界都有如来住世，如果咱们释迦牟尼佛咱们看见，不说毗卢遮那，也不说卢舍那，就说是释迦牟尼，咱们看见释迦牟尼佛是入灭的，而这些个正德的这些天王，他看着释迦牟尼佛化身永远在这个世界化度众生，而且是在无量国度中微尘数现微尘数身，在化度众生的，那么他就到这些如来前，他去供奉去，敬奉。敬奉佛住世一定要说法度众生，闻到法了，把一切的眼法不善业都把它捐除，唐捐就是不白白的供养，也不白白的空费，不浪费时间的意思，不白费时间，不唐捐，说得到好处，能得到实际的利益，就叫不唐捐，唐捐呢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妙音天能入，为什么在书抄上和论上对这些都不解释呢？我最初跟大家说过，这些名词都说他正的这个天王的名词，他是因为他修行而得到的，因为我们大家这些名词吧，有的你当初一出家师父就或者那照着经典上想起哪个圣字就给你起一个，有的随意的给你起个名字，这名字都沾乎佛法，都是殊胜的。像我们在家的名字那就不一定了，随着地方的方俗，为了儿女啊长寿啊，也有叫小猫小狗的，名字不一样的，这些菩萨没有这么叫的，没有，他是以功德显，名字就功德显。总的呀，要解释，通通的，你这一个名字用到一切菩萨上都可以，都可以，因为它里头包含着很多内容，不是三言两句就把它这个道理就说清楚了。所以他的名字不加解释。
略微提示一下的。那我因为让大家不懂吧，略微说一下，说说也是修行次第的，次第的。说闻法了，离开一切眼业了。当然是了，闻到法了，一定得利益，得利益。但是有远因，有近因，对，有缘果，有近果。禁果就当时就能得到好处，原果就是未来得经过好长好长时间才能得到，但是绝不贪捐的，绝不浪费的，决定能离开眼窝得到清净。佛语无量大劫海，说地方便无伦毗，所说无边无有穷，善思因天执此意。佛在很长的时间，很广大很长的时间说心法门，地是指着心说的，是心地，心生万法，地能生万物，地是形容词。方便就是善巧，从根本字写出方便的利益他的，方便善巧字。无伦毗，没有同类的，只有佛才能佛佛道同。毗是毗对的意思啊。那么你说的法呢，又是无穷无尽的，无边的。那这种的含义啊，善思因天他已经了解了，知道了，知道也是正德的，正德的。如来神变无量门，一念现于一切处，降神成道大方便，此庄严应知解脱。这就是八相成道，八相成道。佛的神通变化是无量的，其次八相的。一念一作意，一念就是做一作意啊，一切念就现在一切处，一切处都入是现。娑婆世界现八相成道，他方世界也是现八相成道，一成一切成，一现一切现，而且时间不长，多长时间？一念间。咱们看见是很深吧，咱们的思想妄心，你这一边听着经，一边想到别处去了，这边还也现，这是山西太原，你想到你的家去了，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听着经呢，那边也现了，又想到北京去了，又想到上海去了，你似乎有次第，没有次第，没次之中又有次第，这个就叫圣境。咱的妄心也有这种妙用，不过不真实的。这种一般的，有时候都能有一下子。五台山以前有个老和尚，对，那他在这个五台山，他那心里到了上海了，到了上海了，那这个故事很多了，这样呢，有的他说，有的他不说，为什么他不说呢？他自己要说出去，恐怕再得不到了，他没把握。有的为什么说呢？他表示一下，表示一下，这也是看他说出来对人家听着有利益没利益，有利益他说，没利益他不说。这叫现怪一相。佛是神通妙用，
说反腐嘛，这就怪异了，那不行邪不信的还生谤患。只有一念呢，现一切这个，咱们这妄想啊，也入世了，这个自己关照也可以了。对，但是您把它转成圣境了，对，咱们是妄的，虚妄的，嗯，就不能变成事实。佛的神通妙用呢，它能变让你得利益，看来是事实，实事是一切有为法入梦幻破呀。他如来神变，就是神力变化的，这是方便善巧了。为利所赐，能言说极限诸佛神通事，随其报，随其根于悉令净，此光阴天之解脱。这解释大字的义理都是通的，都是通的，都是通的。佛的威力，能持能说，持是秉持不失的意思，就是心地的法门永远入世的。所演说的是心地法门，演说的不是心地，依是心地而来说的，说这就叫持。持之不舍，不舍，能演说，演说不是真实的，但是演说所显示的是真实的，得让你证得。就像我们经常用那个比喻，一子子月，子不是月，因子而认识到月。三藏十二部经文，它只是给你显示真实的，它不能是真实的。没有这个三藏十二部，你怎么能了得佛的境界呢？怎么能入佛之知见呢？怎么能显示佛的知见呢？因为佛之知见对照我们凡夫的知见，把我们凡夫之见转成佛的知见，其实佛的自见也是我们本来具有的，所以这是佛的威力，他能持能说，乃至诸佛所现的神通事。神通事呢，是佛的心的智慧，心的智慧所做的一切事儿都叫神通事。随欲随的根欲令净呢？悉令净呢？是指是对机说的，随你什么根基，佛都能使你清净。清净就是回归你本有的妙心，就能清净了。是光阴天他所得的解脱。如来智慧无边际。无来智慧无边际，四种无等无所着，实心呢应悟普现前广大明天所悟，悟所悟思道，广大明天悟思道。佛的福德都满足了，福慧，佛叫福慧两诸尊，福德和智慧都满足了，在世间应一切众生慈心，慈心叫想拔出一些众生的痛苦，给一些众生的快乐。悟是指人说的，指机感说的，应悟就应一切众生机，现前是现在众生前，度众生嘛，这是广大明天悟思道，就是诸佛现世间满一切世间愿，就是度众生。佛系修行菩提行，供养十方一切佛，依佛所发四心，
最上光文大欢喜，这跟前的第一个偈颂大致差不多。佛以他往昔的愿力，寺愿力，因为要利众生才修道，因为要利益众生才成佛，修道成佛目的就为了利益众生，是愿身，使一切众生都能信落，生大欢喜心。第五，初禅天。四禅嘛，它从这上头说下来的，先说四禅，后说三禅，三禅说二天，二禅说一天。像先说佛，佛完了说菩萨，说完了菩萨说这一个护法，诸天的护法都是，这一直这个词也得说的。福赐施范施器范王，福赐施器范王。得普助十方道场中说法，而所行的清净无眼无眼浊解脱门。慧光梵王得使一切众生入禅三昧住解脱门。善思慧光明梵王得普入一切不思议法解脱门。普云音梵王得入诸佛一切音声海解脱门。观世言音自在梵王得能以意念菩萨教化一切众生方便解脱门。寂静光明眼的梵王得现一切世间业报相各差别解脱门。普光明梵王得随一切众生品类差别皆现前调伏解脱门。变化音梵王得住一切法清净相寂灭行境界解脱门。光耀眼梵王得与一切有无所着无边际无依止常勤出现解脱门。乐意海音梵王得常思维观察无尽法解脱门。初禅，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初禅梵王就叫思器，怎么讲了，在别的经论都讲这些个呀，同名同号都是大梵天王，大梵天都出产的，啊，好多无量世界的大梵天王，三千大千世界嘛，三千大千世界有无量个大梵天呢，咱们这个四天，从这个欲界六天，到梵天的十八天，这仅是这一个系统的。在这个上所说的呀，来这个法会聚会的呀，还有他方世界的，他以这个世界的司器梵王为主，同名同不是同位，同一个名位，名字不同了，但是都是初禅的，初禅天的。这一次大概解释一下子，那么前头是大概解释，以下呢就是每个天王都说一个战佛的偈赞，跟前头是一样的。这解释是长行里头所说的一个大概意思，提出来解释一下子。普助就是普助啊，因为思器梵王得了普助了，在十方道场中说法。普助什么呢？普助在十方道场去说法。因为这种事证了果了，也证了大了，
在相上，在论上，应机说法，就是大论。这个大论是提上来的，这普应群机叫普作，大众应机普遍说法，但是这个入众呢，好还归于体。咱们讲大乘起因就讲了吗？相用是大的相用啊，所以到这文字就用得上了。大用就是从体而起的用，用还归体，体普遍过，用也普遍，所以普遍说法。用而无用，还归于体，体常寂故，说用而常寂。一体而起的用，用还归体，纯净无染。明白？体常清净故。心离众生而无众生可度的，就是心无形。行即无行，就是用即无用。那动生不有境界相吗？了境无相，无相故就无眼，无行故就常静。这个意思啊，就是即自体相用，自体相用。佛在众生度众生时候，他有四现眼法的呀。四现眼法的，他的真实性呢是无眼。如果他是清净的，来利益众生，如果这个净跟眼两个隔眼的，把它分离，那他没办法度啊。随众生机四现眼。言而无言，而无言。那大菩萨杀人，那放火，那不犯了戒了吗？他是幻化的，为了路立生的方便。所以他那个心呐、啊，心自在过，心自在过。因为。他知道一些境界相没有，根本是空的，所以他了相没相无相，所以这样才解释无眼呢。说楞伽常在定，说佛永远在定中，永远在定中。在他虽然利一切众生行一切方便道的时候，看着佛在度众生，实际是佛没离开他的定境。如如不动，从来没动过。那怎么来化现八相成道啊？来而不来，来不是实在的来，这样解释的。这类的词句、言语、圆融的词句，那前头的说的特多了，大家都如是这讲，这都是原意了，原意了。佛是常住在定中。佛的知见，佛的知见就是什么知见呢？佛的知见是无知见的知见。不是像凡夫起这么个见，起那么见，种种的看问题的看法，那是妄，不是真。因为佛常在定中，定能观察，定中观察一些事物。我们从那个阿罗汉，你要求他观察事物，他得入定。他入定中，他才能看见。他不入定，他不知道。因此呢，理解了、明白了诸佛的定境，佛是楞伽常在定中，
说他所看的问题非常的深入，能观你无量劫，无量劫。我们把这个不思议的名词可以在这个圆融无奈的境界上来用，用什么呢？就是用我们的凡夫心呐，想去思，想去议，议论佛的境界，那没办法的，不能得知，不能得知。还有普入，普入的些前头讲了很多，普住啊、普入啊这类话讲了很多了。普若如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如来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而众生种种类类的种种语言、种种思维，他都能明白，解了，明白佛说话的意思了。这就是圆意，圆意。这就是一音演尽一切法。这叫普若，普遍能力摄受众生，入于众生，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因无分别意而入佛生。第五种能意，在他利益众生时候，化动众生时候，就是趋向菩提行。趋向菩提行，那必须得有许命字。在咱们礼佛呀、拜忏呐、你可都要可以回向，念佛不是加持我得许命字。许命字呢，就明白一些过去，你们过去，那佛对每一个众生，咱请佛说法呀或者干啥，他先看看你过去。是什么根基？因为你这根基跟你说法，他把这个每个天王的呀，他重点的提出来，把这个总的长行的所说的，提出来解释一下子，因为原因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有的又入佛生。有的闻到佛给他说的法，他能心开一解的。众生的报感，所受果报感，它是不同的。他作业的差别，他感也不同。就像咱们是有时候喜欢音药的啊，又喜欢做音药器具的。有或者说百货的都不同，佛在世时候，一个比丘，那么佛听他呀，那晚上用功的时候，那个声音呐、非常悲，非常紧，就很精进的，佛就问他了，说你过去干什么的？说我过去呀、是弹琴的，弹琴的。他所做在社会上所做的事业是弹琴的，就是音药家了。咱们现在成为音药家了。佛说你这个琴的弦呢，绷紧了可以不可以？把它拧得很紧。他说不可以，心紧了一弹呢，它就断了，那发出音来呀就很紧，不响。说那琴要上的不足松懈行不行？他说那发不出音来了也不行。他说要怎么样才把这个音声发的最好呢？他说琴那上的不紧不慢，不太紧了也不松，弹的呢不缓不急，发出音声最好了。佛说你修道也入世啊，你修道不要这样子修，这样修要崩的了。你这体力不会胜印的了，因为怎么样呢？要不缓不慢，不急不徐，这就是佛所说法的时候，它是随你的机了，随你的机了，说
佛化度一切众生，他能够知道这个众生的无量劫来他都做些什么，哪个是对他最熟悉的，因机说法，立德解脱。所以咱们苦恼业障重就是这样在这儿来的呀，没见佛呀，摸索摸索，这儿讲华严经听华严经，那儿讲弥陀经听弥陀经，就是听听哪一个跟我相契合我就修哪一法。现在呢我经常说业障重业障重，在哪地方显出来我的业障重呢？在佛在世说法的时候，依法依坐下来之后，好多人发菩提心，好多人证得阿罗汉果，好多人成道业了。现在呢，因为没有这种殊胜因缘了，遇不到佛。现在我们这是种善根，就是经过很长的学习修行，渐渐而进入。现在我们所感的果报，所感的报，业不同过，过去的造的业不一样，造业有差别，那你感果也有差别。依着佛所说的法，你的进入的程度、理解的程度、得度的程度也有差别。但佛的音声是没差别的，那众生他解悟的各个不同了。佛本来是说《华严经》的，他听的是说的声闻乘。佛本来是说声闻乘的，他误解的是大乘。第五种能义，化众生，使他都能够趋到觉悟的道，菩提道，行菩提行。这是因为他能义得他许氏的智慧。这都是让这些大菩萨化生的事业，一个理解佛的智慧，进入佛的智慧了，另一个是化度众生的方便方法，善巧自在，随一切种类调化众生。那佛身是无相的，他以法性为身，法性为身是清净相，但是他视线来化度众生，随哪一类众生就像哪类一类相。这叫缘起。这叫缘起。但是缘起的目的是要他回归于性空，回归于空。但是佛化的众生不会做众生相啊。那凡夫像我们去行菩萨道，你就做众生相啊，众生的种种类类的，你都喜欢那个善良的、听话的、不悖逆的啊，一说他就能照着做的，那个众生很少了，很少了，那就化度众生很容易了。化度众生，菩萨有时候追逐一个众生，跟他多少劫，直到把他度了为止。度生，度生不是一句空话了，很难了。说我行菩萨道度众生，这叫说大话了，话说的很大，对不到线呢。你先把自己画一画吧，把自己度一度。佛是先成佛道而后化众生，是这样的吗？那佛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也化度众生，但是
有了智慧，你行一切的立生方法都是解脱的。没有智慧，也说利益众生，也行方便，那不方便了，那就术法了，就术法，很多术法。对法上，你不能够自在运用，法就把你术法了。这话有毛病没有？戒定慧三学，对，禅堂的人，习禅定的人，他不学戒的。为什么？他也受了比丘戒了，他也是比丘啊。那跟禅盒子，我们叫禅盒子，禅禅这个事儿，啊，这种我一小时候，我们那个讲华严，但是学戒律，华严是最圆融的，戒律啊是最方的，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大方的方，方者是规矩义。但是你要是以华严来理解戒，那都是解脱的，所以它叫别别解脱呀，别别解脱啊。但是中间时候，在你行的时候，有矛盾，有矛盾。有智慧的人，他就没矛盾；没智慧的人，他因为有矛盾。说什么呢？他说：“大智慧者不拘小节，写句里是小节。”佛没这样说，大菩萨也没这样说，这叫众生的知见。懂得这种道理了，懂得这种佛法是圆融的，圆融就是无奈的，圆融是无障碍的。但是，一到我们众生受法里头，他障碍就多了，障碍就多了。是我们自己生的障碍，为什么生障呢？于法不能自在，必须得于法自在。佛身无相，佛身无相，无相还不清净吗？视线的同化，同化也跟众生看着一样的，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他是佛呀。在天台山风干比丘，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你凡夫拾得吗？应不得，应不得。他们是于法自在的，随什么类就调化众生。他们能知道正德，佛身无相的，就是法性清净身，他能视线。视线的时候不是真实的，叫视线嘛，视线就不是真实的了。他这一切有法，视线他不止执着，常现有法而不执着有法。身口意离众生能视现无边的妙行，那叫妙行，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观相无相，相归于体性，体性是无相的，都是虚空的，也没有个尽，也没有个不尽。没有语言了，就是大概的把这十个天王的呀，所理解佛的，各个理解所证得的，佛是圆满的，这个取一部分，那个取一部分，各取所需，不是圆满的，不是圆满的啊。以下呀就是战佛的寄送，这些个十大
初禅的大梵天王开始吧，都赞叹佛。尔时四悉大梵天王成佛的威力，普观一切的梵身天、梵福天、梵众天、大梵天，而说颂言。就是这寄送里头啊，就是代表四天，四天代表这四天呢，就是梵众天，梵众天、大梵天、梵福天、这个梵众天，就是梵大梵天王的眷属，他辅导的臣，重视他的民，还有辅导的眷属，说多加个辅导的眷属。像咱人吧，有人王，人王了还有满朝的文武大臣，完了还有一些臣民，那文武的大臣之中还有家属，就这样来解释。梵福一般的说，梵福天、梵众天、大梵天。三天，他这个多加一天。华严经义它是开阔的。那赞叹佛的第一个寄送，佛身清净常寂灭，光明照耀遍世间，无相无形无影像，譬如空云如是见。这四句记着，佛身清净，那是指着法身说的，这个我们大家都听熟了。那法身清净的骗一切道场，光明照耀是智慧，光明照耀嘛，就骗照世间，就说法，光明说法，用光来说法的。无相无形无影像，就说清净无眼，什么相都没有还不清净啊？像什么似的，像虚空似的，像云一样的，入世见，你这样的来看佛，这样的来见佛，这样的理解佛，这样的升起信仰，信仰佛所说的诸法。而法身普遍在一切的行道场、说道场，道场嘛，或者是说，或者是修行，是吧？行菩提道、演讲菩提道、修行菩提道的处所，就叫道场。这个道场呢，所放的光明，照耀着骗于一切处，那一切处骗于世间，世间都成了道场了。光明照耀处所都是道场。那道场是清净的了，无相无形，连影像都没有。啊，什么样子呢？像虚空似的，如云彩一样的。你要这样的，就叫正知正见。那不这样的，不这样就是邪觉观。这个是用观照的。说咱们所演这个，所说这个演讲，所说这些个佛所说这个意思，它都是让你思维的了，你在现象上是不可理解的了，让你用你的智慧，观照的功夫，观照不多功夫吗？就是你思维修，思维修。但是这种高深的法门是我们不容易达到的。我们怎么办呢？莫得变成我们日常的生活，带我们生活去思维。换句话说嘛，你琢磨琢磨，你琢磨琢磨，
你好好想一想，得了，不是一遍两遍的，三遍五遍的，千万亿遍次，千万亿那些个遍，千万亿那些个次数，来回思维，咱那个光明照耀遍世间。光明是什么？就是心，心里头所发生的妙用，妙用的就是智慧。这个智慧从哪儿发出来的？清净的寂灭，寂灭就是定。这个光明从那个清净的清净定而发出来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智慧即是定。定而后发生智慧，光明是智慧，会照你的体，体就是你性体，就是心，以会来导心，心是常入世，常寂定过，这样你就认识到了一切有形有相的影响，像空一样的，不是真实的，这样来见。但有形象都是生灭，言语音声都是生灭。今天我们就讲这里了啊。当代佛门奇宿，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兴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戾之气，促进社会祥和。
灌顶的作用就是启动佛性的功能，让佛性发挥作用。当然，从本质上讲，佛性如来藏是无为法，不存在启动不启动、发挥不发挥的内涵。但从现象的角度来说，启动的过程还是存在着的。授予权力，如果没有灌顶而学修密宗，不但不会有任何进步和成就，反因自己违背了规定，所以还有道法的罪过。灌了顶以后，就有权阅读密宗经典，修持密宗修法，念诵本尊心咒，宣讲密宗序部等等。因为灌顶有好几种层次，有些灌顶得到之后只能自己修，却没有资格宣讲；有些灌顶得到以后，既可自修，也能宣讲。四级灌顶，唐密、东密或外密的灌顶，只有第一级灌顶。而藏传佛教的密宗却有层次各异的四级灌顶，因为其深度更高一个级别，所以叫内密。外密的观点、修法、灌顶，都是介于显宗与内密的中间地带。外密中没有出现高级别灌顶的原因，是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够成熟所致。当显宗根基成熟以后，就可以先修学外密，再修学内密。如果加行修法修得好，也可以让我们的根基成熟起来，从而跳过外密，而直接修内密。平时我们经常灌的金刚萨埵灌顶、阿弥陀佛灌顶、观音菩萨灌顶、大日如来灌顶等等，多属于外密灌顶。凡是有四级灌顶的，都叫内密灌顶。第一级灌顶叫宝瓶灌顶。宝瓶灌顶的第一个作用是允许受灌者听闻、修学与升起次第有关的密宗序部和论点。第二个作用是让气脉明点当中的脉以及身口意当中的身转化为佛身。当下没有证悟的人，借助于灌顶所给予的力量以及升起次第的修法，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快速成熟，并转化为佛的身体。第三个作用，可以断除身体所造的罪业。第四个作用，是播下佛的化身、报身、法身、自信身之四身中的化身种子，并令化身成熟。所谓转化、清净与成熟，都是从表面上讲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因为其本质就是清净的，但毕竟表面上现在不清净、不成熟。